大年初三赤口，不少市民按传统不拜年，去到沙田车公庙求签祈福。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半，有17473人次入去。庙方一度提醒善信预留最少3小时排队入去，之后更加提早截龙。诚心大备香烛供品，但要入车公庙仲需要耐性。去车公庙参拜的人龙一度延伸至沙田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。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人流管制的情况。由上午大约10:30去到下午3点，入庙的人数持续达到上限。庙方发出广播同方告示，提醒善信排队要预留3小时或者以上，建议另择日子嚟。唔知点解今年咁耐嘅咧？往年我哋都唔使点排队嘅。往年今年已经琴晚已经有通宵啊，惊我啲屋企人咧长辈染到疫情咯，同埋又惊自己冇嘢做啊，失业啊。所以今日就嚟呢度祈福啦。大家咁话啦，个个都系噶啦。今年特登嚟嘅。係啊，帶埋個仔同埋太太，經濟啊、民生啊，咁小朋友翻學啊，整體一定有影響啊。咁希望大家都捱過去咯。有人排隊期間唔舒服，送到急救站治理，亦都有小朋友坐喺路邊休息。人龍一度圍繞車公廟路兩邊，人數眾多，請勿停留。廟方下晝3:30宣布提早截龍之後，人潮先至逐漸減少。车公庙开放去到啱啱6点，庙内要全程戴口罩。除了上香祈福之外，不少人嚟到呢度都会买个风车转下运。档主就话，今年在疫情之下，好似呢啲写咗身体健康的风车就特别好卖。无线电视记者吴心如报道。